哪一台汽车？现在第二个开到这一台。这个是什么车？为什么你有这个车？是妈妈换到的。妈妈换到的。你问妈妈，你这边。玛莎拉蒂的。嗯。噔噔噔噔噔噔。那这一台开的是什么呢？先生可以好好开吗？怎么又湿的、啊？你总共换了几台？三台。准备是什么车？呀，一样的玛莎拉蒂。这个是1972年的玛莎拉蒂。玛莎拉蒂呀、啊。然后这一个是2014年的。哇、总共换了三台呀、啊，结果有两台是一样的。那你最喜欢哪一台？还是喜欢这台比较新的、啊、？Nope。然后怎么在吃真油味啊？你喜欢吃真油味啊？那刚刚不是已经吃饱了？我吃饱了，肚子太大了。那你刚刚在玩捉迷藏啊？跟谁玩捉迷藏？我没有跟我自己玩，跟我自己。跟自己玩。噔噔噔噔噔。哎啊，这个广告就是这一台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台呢。哇，对啊，广告的就是这一台呢，所以是中大奖啊！耶，中大奖！哇，对啊，你也把他脸，这头怎么扁成这样？你把他脸拉起来看一下，是面包超人吗？可是都扁掉了，怎么看得出来？我面包超人。